去垦丁啊海边上，觉得就还蛮休闲度假的感觉。然后它的胸前这边它是做有点，它是做 V 领的，就大 V 领的设计。然后这边它有做一个绑结，它的袖子是做那种很蓬的灯笼袖的设计，弹性松紧带的。但它这个松紧带是完全不会勒，勒肉的，这样很的，所以它穿起来很蓬很立体。这样棉麻，然后提花布的，然后是有点镂空的感觉，所以白色跟黑色都是会透，然后会有一点透明，所以你看你们就是可以加个小背心啊，整件的小背心，或者是小可爱苹果的小可爱也可以这样。然后我穿起来的长度它是盖到鼠膝，后面是有盖到屁股的哦，然后两侧是比较长一点点的，因为它这边是做那种 A 字的大三摆的嘛，所以它这样放下来是有这边比较长，算白的。然后苹果是穿黑色，然后搭短裤的。对，我里面是搭短裤。这件就是棉花糖女孩，如果怀孕也是可以穿的，它肚子的空间可以这么大，不完全就不会卡住，穿起来很舒服。